谢谢潘秀珠。这个秀珠姐哦，你的声音真的很特别，这个是万中选一的。然后呢，非常温暖，很有感，那种感觉是，不是只有感情的感哦，是真正会拍到心肝。但是只有一小小的问题，就是，咱只有露水的情分，那里的换气点是错的。我是了解你。然后后面你的换气点又回来了，又对了，所以我不晓得说你那时候是怎么了哦，在这个情绪还有那个气的调节当中呢，可能有一些些的小小问题。整首歌唱的都非常好。我先讲秀珠啊，老师好。这首歌除了你是很符合你的音色，那也是你很熟悉的歌以外。我觉得你就是用本色在唱这首歌，啊，刚才好像有听主持人还是谁讲说，就是你的婚姻生活很幸福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幸福的婚姻哦，还是会经历一些故事，啊，所以这首歌你就是清清淡淡的就其实有透露一些你个人的心情出来，啊，不是说你婚姻不好哦，而是说其实幸福都是要经过一些考验。突破一些考验才能得到，我觉得在这个歌就是展现得很明显啊。